注意好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渴吗？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饿吗？你到底要问我爱不爱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冷吗？你到底爱不爱我啊？只要你开了空调。我不要开空调。上次你看别的女生是谁？我妹。你骗人。上次你吃饭的女生是谁？我干妹。你骗人。上次你遛狗那女生是谁？我妈。你要是跟我分手，我就死给你看。那上次在夜店你给他电话那个男生是谁？我对你那么忠诚呢，你怀疑我？好，我现在就打给我妈。喂，妈。啊，母亲节快乐。对啊，没有错，那个混蛋现在就在我面前跟我吃饭，而且还跟我提分手。哎，我要打卡。我完全是脸知道你是一个下三滥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电话都响几遍了都啊，还不接，能不能长点心，这一天天给我气的，我跟你说再不接电话你看不消你，臭不要脸的。董事道继续跳，魅力不够旁边靠，戴上你黑眼罩，压力统统消失掉。海燕呐、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两天我没啥事儿，天天蹲你家里，我就跟你一起要抱抱。Hello baby 要抱抱，鼓起勇气要抱抱，多么甜蜜要抱抱。哎呀哎呀哎呦我去，我只要你来抱抱，继续努力要抱抱，独是美丽要抱抱。